Hello， 大伙齐，那么今天就来向我们 One Piece Bounty 啦，小王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我看了蛮多观众朋友们都问说，泽平，你要不要抽我们这个罗布路基啊？大家好像都是蛮推荐的，有人说这次不抽会超级无敌后悔或干嘛之类的哦。所以我也在思考，而且这次官方基本上因为官方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关系，所以他这边有送这个200钻石啊，其实还算是顶多顶爽的。然后这一次罗布路基的这个抽卡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还算是挺特别的耶，因为它是那个。它是什么？它是40抽可以抽一次只的11抽，然后你抽的时候就会获得这个罗布路基的这边的这个石头啊。那500颗石头的话就可以觉醒，就是我们这取得我们这觉醒的这个罗布路基的这角色哦。所以它那个应该是抽到了这个碎片吧，看起来是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基本上这边总共是差不多1、2、3、4、5，差不多140的话可以就是抽到这个25个碎片，然后这三次的话你搞不好也有机会可以中到这个罗布路基啊，应该有可能。maybe 或许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投资吧，如果大家想要的话。然后他每日还有这个一次的这个超赏金嘉年华的单抽时间了哦，然后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时间抽，所以这一次基本上抽卡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算是大家可以就是去拼一拼之类的啊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很衰的话，那你也是可以就是先留着了哦。但是听说这次是很强的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抽个三钻石，敢不敢直接单抽伙伴？金宝箱哦，没有，没宝箱，那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因为这边这一次是他有送这个200钻啊，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来抽一下，不然我们来抽个一轮好了，好不好？抽个一轮看看，要不然感觉好像没什么那个可，我看一下哦，25的话要抽500的话，500除以25，等于我们要抽20轮。20轮的话，一轮是要花190，乘以190，总共是要3800的这个钻石才可以抽到一个吧，才可以抽到一个保底耶。好、哦，是啊，140啊，140乘以20轮，哦，2800保底这样子。可是你搞不好在2800就抽得到了。其实我现在比较少抽角色的另外一个大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抽到了，我也没什么资源可以练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抽到就会先爽啊，确实也是这样子啊。然后那边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，所以没看到这个觉醒模式的这个卡骨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这个守卫者的这个部分。哇，怎么办啊？是很想抽，但是又很怕，就是把钻石抽下去，然后又抽不到，那就直接花费有点大呢，各位，对吧？这样直接花费是有点 big 的感觉，还是我们就先试个这个140了，反正第一轮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怎么能够20轮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先第一轮试试看，啊，有中就中，啊，没中就算了，反正官方也送200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冲了冲了，来40抽啊，不40钻11抽，先看看状况如何了，好不好？来啦，罗布路基，大家都很推耶，各位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么推啊？大家是真的很推的那种哎，哦，伙伴，啊，没宝箱，好，没了。我们的第一次的这个11连抽，直接丢水沟，恭喜发财，嘿嘿，太好啦，还14完了。哇靠，这个衰鬼上身啊，哇，最差的，都最差哎，哇哩嘞，哇，这差到一个不行哎，这一轮是真的烂到哭哦，完了，有没有想说，哎呀？试一下看看，就没有你超烂，我的天，啥都没有哎、欸，甚至连卡骨都没有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连那种就是高星都没有。哇，这边都是那个，都是我们已经看过的，都是他们。哎、欸，这很衰哎、欸，这40真的是很少哎、欸。哇，40然后抽一个烂的，没关系，再来吧。50抽，反正最近这一期的话，就算官方会送200啦，所以我们把这200来赌一次，好像也还行，剩下就存起来哦。好啦，先来个第22抽了。哇靠，真是很衰，好不好？衰烂，这一次是没有伙伴，然后自己，然后、欸、全部都是最低配耶、欸，低配到一个不行的、欸，然后又是14，哇靠，红抽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傻眼了。因为我从来，我们抽这种卡池，我真的是很少抽到这种局面的，你知道吗？衰鬼了，衰鬼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了，没救了。哇，有没有人10抽就带回家的、啊？太强了吧！而且我们现在甚至是连卡骨的身影都看不到啊，卡骨的身影都看不到，那确实也是蛮可怜的，就是。哇，两只超船直接掰掉，好不好？
第一轮的这个22抽哦，直接跟你说哦，这个11抽垃圾，22抽也是垃圾，好不好？那看一下第33抽，这个再差抽下去，如果又是这样一样局，我这一次这一期我就不抽了哦，我就绝对不抽了。好，伙伴，好，不抽了，太烂了吧？什么鬼啊？这很衰哎、欸！啊，数字永远都是这样子，那不用玩啦、啊。虽然已经有一个伙伴了，各位，完了。超衰，连卡骨都没有哎、欸，那起码也给个卡骨的话就算了，我就跟你算了，结果没有，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要再上诉个33抽哎、欸，我想要再上诉一轮哎、欸，这真的太衰了耶、欸，这怎么可以这么衰啊？上诉一下好了，反正接下来如果还是这么衰，我就不抽了，好不好？这次如果还是这么衰，我就不抽了。好，我再抽一轮，上头了。好了，我再抽一轮啦。没有，我觉得这真的太衰了。那起码也要给个卡骨吧，伙伴。对嘛，这样才对嘛。然后金旗嘛，对不对？红旗嘛，然后32嘛，是不是？32嘛。哇。好了，至少有伙伴跟那个了，好不好？金抽嘛，对啊，这样才对嘛。然后这样来个卡骨嘛，这样才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刚刚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对啊，然后卡骨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啊，你会给这种东西，然后你刚刚还都不跳给我，那我刚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自己是会给这些小不二的耶，又不是说不会给这些不二，你们不会给这些不二就算了，我刚刚那个连四星都没有耶，衰鬼耶。哦，卡骨啊，这熊啊，对啊，明就会给这些不啊，然后刚刚还不给，小气鬼了。我刚刚那三十三抽根本超白痴哎。好了，把这个抽完，这样至少还算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要搞啊，给点东西好不好呀？棒踢拉洗，从3.5周年玩到5.5周年，也玩了2年了耶，老哥，是不是？来，伙伴，啊，干，傻眼了。哦，不是啊，为什么呀？到底是，然后这次碰出一个32，哇靠，我傻眼了。然后蓝抽，啊，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啦，好，这一轮就这样子，反正还有一点点时间啦，我就到时候再看一下那个之后还要不要再搞，好不好？反正大家是说这只很强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试个这个2轮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已经还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要抽满20轮才保底，算了吧，是不是？算了吧。好吧，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咯。欸，其实这一次如果你真的抽到角色的话是蛮爽的，因为你这边在抽的时候就是抽碎片嘛，你就可以让它就是再升级上去了。好，伙伴。好，GG了。哇靠，惊奇。32 27没了，这应该也是4星角色而已啦，好不好？哇，蓝抽，傻眼了各位，还是我们再一轮？还是我们再一轮怎么样？完了，白痴又上头了呀！不是，这一次真的太衰了呀，各位。我觉得他给我多一点那个，给我多一点那个金宝箱就算了。我至少要让我看到一个卡骨嘛，妈卡骨都没出现，是要搞什么鬼东西啊？哇，可雅一，对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可雅呀，啊、哦，怎么办？完了，不知不觉就贡献了2轮了，哦，我觉得我需要稍停一下、欸，各位，完蛋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呀？哎呀呀呀呀！不能再抽了耶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而且为什么要500啊？500才可以就是领一只哎，也太那个了吧？对吧？这碎片，哦，好烦哦，各位！啊，哎，我们这边抽了2轮，然后哎、欸，才拿到2只哎。我三只这个4星哎，这真的是偏夸张了，好了，不敢了，好不好？
到时候再看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的运势很好的话，希望哲平都可以把就是你们的衰运都先吸到我身上，反正我没拿到也没差啦，好不好？完啦，GG。